翻新雷达的改动。第一，被动技能，随着每次大招的学习和升级啊，它的这个视角和射程都会扩大一点，并且敌人距离你越远伤害越高，这个最高的伤害从 130% 提到了 140%， 这个最远距离呢也就是雷拉15级之后的普攻范围的距离。好，然后它的一技能，现在命中可以获得一个加速效果，如果是命中英雄的话，加速效果翻倍。另外，在一技能命中目标之后，普攻的射程将会在短时间内被扩大。二技能除了第一段减速之外，还会给目标带上个标记，雷拉任何伤害打到它都会造成第二段减速和第二段范围伤害。最后是大招设置那个镜头转向偏移，可以查看周围的视野，不知道这个设置的可以去看我这两天刚出的高级操作设置视频啊。好，让我们来看一下装备。雷拉呢，它是一个技能和普攻都有伤害的一个射手，它前期的技能伤害就很高，所以说优先出有攻击力的装备啊。这边选择第一件做暴击刀，因为雷拉一技能也是可以暴击的，暴击起来这个伤害非常恐怖。然后暴击刀做完了嘛，我们就要让普攻有更多的攻速来打出暴击，那么这边推荐做一件攻速装，风雨者或者血色魅影，这个看你们。两个装备各有各的优点，血色魅影的暴击率肯定是更高的，攻速其实差不多触发暴击了之后。然后风雨者呢，有一个移速和一个这个附加的魔法伤害。我在指出前三件的装备，就是一个风雨者或者血色魅影加上一个暴击刀加攻速，也这三件装备在满级雷拉的情况下，满级灰烬打一个训练营的那个紫龙的木桶，而且在普攻之间衔接了医药技能，两个装备都是每秒钟2200左右的伤害，差不了多少。然后呢，个人我是比较喜欢风云者，因为风云者有20点移速嘛，而且呢也更加便宜，对吧？然后呢，做一个无尽对决，无尽对决属性还是非常全面啊。雷拉的这个技能的释放频率是很高的，所以做无尽对决能够打出很多的支持伤害。另外呢，无尽对决还有回蓝和吸血的效果，还有普攻命中加速嘛，这个对于雷拉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之后呢，再做一件猎魔巨剑，因为雷拉如果只靠无尽对决这一件吸血只有 10% 的装备，它的吸血续航是比较难受的，这边再做一个猎魔巨剑，在普攻叠起来的情况下，这个吸血的续航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它也能够给雷拉带来一些攻速加持和打肉的能力。哈斯肯学长这种纯吸血的装备其实很少有射手会考虑去出，当然如果对面有玩的非常好的物理型强切刺客的话，建议带这个自然之分，就是猎魔巨剑的这个位置。如果对面有玩的非常好的法术刺客伤害的话，建议带赤军魔影，刚好自然之分和赤军魔影这两件装备都是有一定量的吸血的。然后最后再做一件破甲，不然的话你是打不动肉的，因为雷拉这种站在后排输出的炮台型射手，他肯定是能打到谁就打谁，肯定不会是故意走到人群中去点对面的后排的，那么大多数情况下你得点对面的坦克，所以破甲是一定要出的。这边给大家讲个笑话，有一次我跟一个老外一起打游戏啊，他是一个专门玩法师辅助的，那天打排位他突然要说他要打一场射手，那就给他打了，然后他当时玩的雷拉嘛，对面肉的要死，他也不出破甲，我跟他说了一句让他出破甲，但是当时我开的中文模式啊，我不知道这把枪破甲枪的这个英文怎么说，然后我就跟他打了一个 broken armor， 就是字面意义上的破甲，英文也不是很好，然后那哥们儿买了个反甲，就雷拉买了个反甲啊，我又自闭了，为什么一个神话2000分的人能干出这种事情？所以说呢，大家还是一定要出破甲，如果对面比较肉的话，可以考虑提前出，倒数第二件就可以出了。好，然后我们来看灰烬。灰烬呢，首先雷拉是吃暴击伤害的，那么我第一行和第二行都点暴击率和暴击伤害，然后第三个主天赋点这个电光火石。首先第一个技能肯定没什么人会带的嘛，然后第三个技能因为雷拉已经有二技能双重减速了，所以也不需要带这个。第二个是普攻点到人有个加速效果，也是增强雷拉的生存能力，配合上雷拉的一技能，一技能点一下加个速，然后普攻点一下再加个速，双加速效果可以提升雷拉的生存能力。好，那么就让我们进入实战教学吧。Hello， 大家好，我是一范，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一期翻新之后的雷拉的视频啊，可谓是射手一姐了，线上能力很强啊，手很长，对线能力极强，但是呢他也需要一定的保护，就是不管他再怎么改，他依然是一个没有位移的脆皮射手，自保能力很差，需要一个坦克一直保护他，最好是罗丽塔和人马，对吧？之前能够看我这个直播的时候，我用人马保炮影的射手，大家都应该知道了，不然的话雷拉再怎么强，他依然还是会被切死很多次的，对吧？所以你肯定是不可能单排的，而且你无论玩哪个射手，我都不建议你单排去玩射手，单排你可以就
不要射手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清楚，他不管再怎么强他都是需要被保护的。那么这边叫了一个罗丽塔来双排，对面好像也是粉丝，那就让他们来感受一下雷拉的恐怖。雷拉对上米娅，米娅是对不过雷拉的，米娅线上其实也很强，但是唯一的缺陷就是手比雷拉短，你看我这边点你一枪你拿我毫无办法。对面的坦克的熊猫，这是为啥我把雷拉排 T1 米娅排 1.5， 当然了这是要看阵容的，主要是看对面的控制多不多，像如果对面有什么周阿特拉斯圭尼威尔这种的话，我还是建议用米娅，我说的是这种强控的，像这种灵啊古星蓝丝这种爆发刺客你不要怕，你就用雷拉有闪现就够了。当然了非常需要一个好的坦克啊，再说一遍，你看这边罗维塔非常清楚对面的熊猫和米娅在线上对我造成不了任何威胁，他就待在右上角的左上角那个草丛里，对吧，看看打野和中路什么时候来 gank 啊。这边熊猫上来晕我没关系，罗维塔上来帮我晕一下过来反手拉开，再一个一技能带走熊猫。这就是雷拉为什么强势的地方，他就是前期的爆发非常高。我们来给你举例几个射手，比如说米娅，他的一技能的伤害需要慢慢用靠普攻来打的，对吗？然后他的二技能是一个非常少的一个伤害，他的作用是一个禁锢效果。我们这边来看一下，这边一个剑锋过来，再一套直接再点一下带走，对吧？他的伤害非常高。那再来找这个米娅，这个米娅是没有大的，那么他很有机会把他杀了，一个二技能过来，再一个一技能过来一个大招。好的，罗维塔着急了，把人头抢掉，但是这边无所谓啊。但这边狼人已经来 gank 了，但是其实射手已经死了。你看罗维塔又站到那个草丛去看着了，看有没有人来，对吧？因为我线上和狼人肯定这个熊猫是没有丝毫办法的。然后这边来吃一下塔皮啊，接着说，你说像其他射手，比如说足球呢，前期也就是一个一技能啊，然后是也是要普攻来一球打出来的，对吗？然后比如说莱斯利也就一技能过来一个爆发，最多也就打出一两枪的强化普攻。再比如说还有什么射手比较强势的，像克劳德前期就根本没伤害，对吗？这边又杀死一个熊猫。还有什么婉婉，也就一个一技能要打出被动才能有伤害，因为大多数的射手他的技能都是一些功能性技能，对吧？像技能伤害最高的应该是除了雷拉之外应该是格兰杰了，就一套一整套的这个一技能，不过要全部打中才有比较高的爆发。但雷拉不一样，他三个技能他前期全是伤害型技能，而且现在加强的时候二技能有两段伤害是非常恐怖的，一技能还能暴击，就算他没有大招前期一二级的爆发也是很高的，一整套打你能够掉到一半血。所以说当对面的坦克过来切你的时候，就是当对面坦克来想要切米娅的时候，你一定要想清楚，想要切雷拉的时候你一定要想清楚你这个伤害够不够这个射手秒掉这个雷拉，秒不掉的话你想在撤退的时候能不能会不会被雷拉一套反杀走，因为他的手是很长的，这个一技能之后的命中人之后的那个加速啊，再配合上雷拉那个电光火石，这个加速是真的恐怖。这边他过来搞我没关系，交一个闪现，再过来一个二技能减速，这边再一个一技能打到，再一个大招啊，罗维塔二技能接上把这个熊猫带走，对吧？他只是上来想搞我一下，但是完全承受不了我的伤害。试问任何其他一个射手哪有一二三技能全是这个伤害型技能的？而且更恐怖一点是在于像格兰杰他是一种技能型射手，对吧？比如说像这个米娅他就是普攻型射手，而雷拉呢他是技能和普攻他都有非常高的伤害，他可以出高攻速的装备，但是他的技能依然有很多伤害，这就很恐怖。而格兰杰呢他就属于我技能伤害很高，虽然说你也可以出攻速，但是他有那个子弹的限制的，他的攻速就是快不起来的。然后这边熊猫弄到我，但是他大招开慢了一点把我往后推了，这边罗维塔死了，那我们不能太凶啊，就回来打个野。一般来说呢你走射手路就是要早，你只能打那个小野。这边过来这个熊猫对我的伤害一无所知啊，都被我打了这么多次了，差一点他又死了。哎呦这边矮子完了，我无了，可以，这边被阴了一波，这边其实是我浪了。如果坦克在的话，他会帮我探视野，但是他死的时候自己做一个没有脆皮啊，没有位移的，因为闪现交了吧，没有位移，千万不能太浪啊。再说那个打野问题啊，
就是可能很多朋友非常习惯上个版本，就是射手打完边路去清一个野，然后再打完边路去清一个野，这种习惯在这里是非常不好的。第一个，如果对面如果我们家打野是红开的话，他不吃你们这个，就是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你的金币路在下面，对吧？然后你们的打野红开，那么这个时候他如果不清右边的，就是现在上面那个野，他是一直往上清，清到四级，这个时候你是可以吃这个野的。如果说对面是，就是我们的打野是红开，然后蓝开，你还是在金币路下路，那你这个时候你是不能够吃那个野的。有人闪现过来，哎呦没死，我大招交早了，我可以再点一下再杀那个，哎他就死了，着急了。如果他是蓝开，然后想要来抓下路的话，这个时候他肯定是不会去吃蓝开，是不会去打左上角那个野的，不然的话时间会耗费的很长。这个时候如果你把他这个小野给吃掉，他就到不了四级了，到时候叫苦的还是你自己。你说啊，这个打野来了没什么作用，大家说你把我野吃了，我都没四级，我怎么抓，对吧？像狼人这种还好，像剑锋这种英雄是非常需要四级的，他没有四级他就抓不死人，对吧？假设你的金币路在上面，你走上面，然后呢打野，你们的打野红开，那你也千万不能去吃你的上面的旁边那个小野，因为你吃掉之后同意他还是到不了四级，这样的话整个节奏就慢了。就是虽然说射手是这个游戏的 C 位，但是你是需要发育的，是需要什么打野啊中路啊来带节奏的，如果节奏带不起来，你发育不起来，一切还是白搭。哎呦你过来跟我打，我不怕你啊，大招一开再点一下，哎这边我我想着还有小兵在呢，我的下饭了，光顾着跟你们讲这个打野的事情了。哎，这个忍者是真没用啊，这把我们是三排啊，和罗伊塔娜娜，就是这个罗伊塔的名字叫娜娜，有些粉丝可能认识。然后和 Quara 就是狼人，这几天经常看我直播的朋友应该认识他打野。就是如果你们三排就是最好的分路呢，就是走射手和坦克，然后一个打野位，我觉得这是最好的。要么就是路人会玩坦克射手的，反正就让他们去打，你们就拿经验路中路和打野，这样是比较好的。就是下路两个最好是一起的人，就因为你也不愿意去给一个路人射手去打坦克吧，对吧？然后你是个射手的时候，你也不愿意被一个路人坦克辅助吧，而且他们是真没用，对吧？所以说这样是比较好的。我就比较喜欢，哎呦这边剑锋他没了呀，大招也不用开，这边大招可以看一下视野，对吧？然后呢这个狼人是带了猎杀，已经选定的情况下，这边忍者他是知道自己就是不打野的，他也确实没抢野，但是他带了一个猎杀去上路走，去经验路走，就很奇怪，就其实没有必要。因为你带猎杀唯一的作用就是抢对面的，就是抢这个河道的这个前路路而已，因为忍者的反野能力其实并不强。如果说你拿个前期比如强势大底冠啊，你去反对面红了，那还有点意义，不然的话其实是带个猎杀经验路是没什么用的，因为在对拼上猎杀带来不了任何帮助。那这边找一下位置点两下，我、哦、你看这个伤害，虽然说我死了两次啊，但是我前期的发育还是非常好的。啊，这边熊猫滚到这个火男，我们就找这个熊猫，我们开个加速跟他跑，他根本跑不过我，他已经没大了，就不用怕他。一个大招收掉，这边还过来一个卡里德，接着点，你就负责在后面点，都给我死！哎呦，差一点，这就很难受。这里其实是我的失误啊，刚刚如果我右手快一点把这个无尽对决买一下，我估计就能都杀了，手还是不够快啊，当时没注意太刺激了，就
就只顾着在那边点了。矮子的，哇，这个矮子9-0-4啊，天哪！啊，不过也确实，我送了他两波，第一波是那个坦克死的时候，我自己烫了一波草，然后被他搞了。第二波是我自己金塔没了，然后这一波又被他杀了一次。这矮子确实很肥，但是没关系。虽然说他爆发很高，他持续伤害也很高。这个版本的矮子确实可以的，但是呢，我的爆发也不烂，我的手比他这个矮子更长。然后我去上路清一下兵，最好他们别打架，给他们发个撤退信号，表示我不在。就是兵线不好的时候不要打架，这个我之前也强调过很多遍了。就是我再说一遍吧，可能有些新粉丝不知道，就是你打一波团战要有自己的目的，就不要为了打架而打架，那就是打不好这个游戏的。你要想我这波打架打赢了之后能干什么。你看这边罗瑞塔又过来帮我控了，他其实刚刚在下路是可以帮助团队的，但是他就过来保护我，因为他很清楚他一定要保护好我，对吧？这边过来帮我又捡了一个卡伊泽人头啊，这边过来我们先找一下米娅，两枪直接带走。那熊猫这边后面他再不管怎么顶我，后面没有了米娅他就没用，对吧？大招一开带走，哎，还差一滴血，那没关系，就打后面这个矮子，又是两枪带走，对吧？这个二技能过来两段伤害，再一个一技能超强爆发直接带走，那我们就直接打龙。你看这一波团战我们打赢为了是什么，就是为了打这个领主，对吗？前期的团战你可能就是为了打野过来抓人，把你人杀死，就是获得这个前面的经济或者经验的优势嘛，对吧？那么后期的团战呢，一般来说就是为了推塔或者说打龟，然后你要看一下自己加的兵线怎么样。如果说哎加个闪现，先把这个大招躲掉，在第二点他原地开启了二技能免伤，想反杀我，但是我伤害实在是太高了，不怕再出一个破甲。现在我打熊猫的伤害还不是很高，就是说如果说比如说现在我的优势是很大的，就是这波团战打赢大概率能打赢，比如说70%把握住这个团战能打赢，我就能够怎么怎么样。再假如说你只有50%的团战来打赢这波团战，然后上路兵线不是很好，万一团战输了上路高地就得破，对吧？那这团战就不能打，你得先把兵线带出去之后再打团战。这是兵线是所有一切的基础，毕竟这是个推塔游戏吧，先清兵再打野，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通俗易懂的道理。就说这波团战比如说打赢啊自然是怎么怎么样，如果三条兵线都很差，这波团战输了就要被一波了，那这种团战你肯定是不能打的。这边剑锋有点问题啊，操作没有锁定到我。哎呦，这边卡伊德可以往后拉一下，也没有打到我，但这边全部带走，有坦克的很好的保护，他们基本上切不到我，他们唯一能够切到我的这个全队的唯一的希望就是这个剑锋，但是刚刚他估计没有开投降锁定啊或者之类的操作设置没搞好，没有切到我，那就没有了，啊，建议剑锋再去看看我的高级操作。这个视频对吧，一定要把这个操作设置给弄好，他点一下小头像是很容易切到我，没有进化，如果后面队友一波接一波的伤害跟上的话，我肯定是有机会被切掉的，因为我也没有洗礼嘛。啊，那这边直接就赢了。所以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游戏呢就给你们展现了两个东西，就一个就是雷拉前期对线非常强，然后伤害特别高，你稍有不慎就会被我就会被雷拉杀掉，对吧？他的爆发实在太高了，然后打了46%的伤害。第二点呢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坦克保护你，这样的话就罗瑞塔和人马他们是非常好的，因为他们就是有一个非常的共性，就是可以减速你，罗瑞塔大招还有那个人马的二技能就是可以黏着你，然后让你突进来切我也不是，然后想逃也逃不掉这种感觉，对吧？然后库夫拉呢主要还是个进攻型坦克，他很有可能进团战去开团，然后保不住你啊，这样后面刺客来切你一下就是非常容易的啊。第三点呢就是雷拉的手就特别长，如果有一个好的坦克一直保护你的话，团战输出是非常无压力的，很轻松的，对吧？别人想打你就摸不到，就很难受，好吧。然后我们再来讲一下雷拉帕的一些英雄嘛，就是我刚刚所说的阿特拉斯、桂尼威尔、周这种强控型的英雄，
这样的话，对上雷拉队长这些英雄会比较难受。然后线上打雷拉最舒服的射手就是莱斯利了，莱斯利对线他是不怕雷拉的，因为我手跟你一样长，其他的射手感觉都会被雷拉压吧。还有就是剑锋玩得好的话，切雷拉也是比较轻松的，因为一般雷拉80%的情况下还是会带瞬移啊，除非对面控实在特别多才会选择带洗礼，而且一般来说就是我不会为了一个剑锋专门带一个洗礼，对吧？如果说对面控很多，我可能就玩米娅了，我就不玩雷拉了。所以说大多数雷拉他只要出场，他还是带瞬移的，所以说这种单点强控的，想要切雷拉还是比较简单的。当然，你一定要前期把这个节奏去带好，就是盯着这个雷拉锤，就坦克你保护的再好，我就盯着你雷拉锤，让你前期难受，发育不起来那才行。不然的话，后期我发育起来了，你稍微一不慎，你切不死我，你就自己没了。好，那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结束了，之后还会有米娅、卢卡多、紫龙和尤朵拉的视频，大家敬请期待，我们下期再见，拜拜。